祈禱之後覺得個人舒服啦、輕鬆啦，同埋感覺好自在，即係之前嘅好多嘅壓力啊，唔知點形容，但係個人覺得好 relax 好舒服，同埋個感覺全身嘅肌肉冇咁緊張，因為之前會比較肌肉比較緊緊緊張，但係而家就好似柔軟咗咁咯。雖然冇做運動，但係祈願到之後就感謝主，感謝主。有好咁咪好多唔開心嘅嘢，但係咁祈禱嘅過程裏面釋放咗出嚟。很慢慢的個人要感覺到起，很多年都未試過嘅，係啦。嗰種嘅嗰種喜悦，嗰種開心係咪？係啊，但係就冇話特別事情，好似阿葉牧師咁講，冇特別事情做過。即係冇乜特別原因係開心，但係咧，嚟到咧就開心啦。真正的大人，感謝主，多謝耶穌，神好真實，係咪？你願意多跟從佢啊？好，感謝主啊！